你给我说清楚，你为什么要那样做？嗯，为什么那样？双排啊，那么多人看着呢，你就一点都不管我，你知道我有多丢人吗？哦，你说双排啊，但你说跟我打双排，我又没说要保你，对不对？我以为你很厉害呢，只是跟我一起玩，为了提高难度而已。好，就算你没有义务要保护我，但你至少要打完吧。你中途挂机算怎么回事啊？ 哎，我突然有个事儿，真的。有事儿？啊。好，吉祥宫，耍我，很有意思似的。嗯。你干什么？扯平了。疯了吧你！ 你故意耍我的？对，我就是要故意耍你，怎么了？就想看你这个戏已经到底要演到什么时候。哎呦，你又要哭啊你？那眼泪是有多廉价呀？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转型吗？你都做什么了你？啊，整天当晚费尽心思跟我们套近乎，就是你的努力是吧？吉江空，你什么都不懂。对，我什么都不懂。 像你这种抱大腿博人气的人，我见多了，但是你啊，才是第一。吉祥空，你这个混蛋！对，我是混蛋，你抱错大腿了。给你个忠告，电竞圈不缺你这种花瓶。 让开！